台湾农民的设施桃园62岁，农村的人口老化非常厉害。屏东是台湾的农业太阳，人口差不多85万3人，其中农业人口差不多38万的人。也如是讲，屏东有四成国家的居民都是耕种来落实，不过同样面临农业人力占不多的问题。屏东县政府去年呢头一摆推行养人鼻计划，鼓励后生人回故乡去耕种。对人上课也安排实习的位所，分做半年的强催类实习，还有1年的高数类实习，还有每张人1万，千多两个都36万的补助哦。头下有200空白的学员报名，大概72个人，都是今年新一代所有学员实习派的，将存到43个人留下来。有人提大田准备开始耕种的，也有人已经忙于有成果的。当然也有人在过程当中发现自己不适合耕种，决定离开，发现工业的田园梦其实无安圆满。老一条条缝里，中上去就无通用太细来分解，中上准备松松剥开，而我成都日本中国也着蔬菜。关于中国表演的参加者，屏东县郭祖雄都去深山合作社为老夫重新出枪。合作社负责人郭志伟就伫顺风监督。人工系缝里缝制的郭志伟今年38岁，已经入了合作社，他拥有100公顷的建筑田。今年是国内外省房地中心度的合作社，一下房地推出，当礼拜都会出去150公吨的房地。不是讲外国人，外经营一间规模安排的合作社，工资比每一下就有钱赚。你要从一个学习者晋升成为一个技术者，再来成一个管理者，再来再变成跳脱为一个经营者，它是一步一脚印，慢慢的成长，慢慢透过学习，透过时间的学习，透过经验。透过跟我们整个土地跟气候条件去做沟通以后，你才慢慢的具备条件，你才可以在这个农村生存下来。李国志比决定入选来做农业，就当年从安东路港中营告白，经营里农业党的后生人弄来，不做工业屏东县政府派人越南毕业吧，做枝头先生来培养障碍入选来港中的后生人。其实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期待啊，因为毕竟新生嘛哈，我们不要让他犯以前我们所失败的经验，比如说外交的模式该如何的采收，那这些系统完全带入他们的农场以后，他们来能在这里能赚到他们的第一桶金，能在这里落地生根下去。这样子也能比给八个后院给公司给有一年许多工资比的合作社，这701年都新一代将存到3名后院，古爷也能比给八个后院对头哈马现都为73年，今年将存43年，会推出出台七家家庭业的年龄一多年，还是继续港中当地港中食材真辛苦用出每座位。之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辛苦，是拔草了，就拔了3个月的草，因为刚刚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夏季，那夏季就是叶菜比较少的时候啊，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变成田间整理或一些事前的防治工作，这样子会比较多啊，所以可能会有些人就觉得太累了。曾经在田里面啊，已经35度的高温了啊，尤其是将近11点的时间，那有人一晒就觉得受不了，他们希望说，哎，能不能回去办公室啊？因为我们有几个人都是从外面工作之后回来的嘛，啊，想说这么辛苦也不见得会赚得到钱哦。啊，有人刚开始很有意愿，不过他的想象的农业跟他实际去从事农业一定会有落差，啊，他想说，哎，做农的，虽然我们有灌输他一些说，从事农业可能有一些收入啦，一些好的经营的一个愿景啦。不过他真正下去做的话，发现他可能真的不适合他，这个我们都不勉强。如果说真的在半途中你真的不适合，你就可以退场。去年屏东县政府共农业没有 CEO， 韩工对港中青岛会补出30万元，我想后生人从家乡去港中，就算当当年忙去做就比艰辛，做好准备，但实际做到去还是做不惯。去年的越南会因为对五月开始啊，一开始五月都开始签约的越南屏东啊，哦，准备不完没呀，
咱平常上农业地呢，我们今仔新一代啊，下代也是农业的，一定热。啊，今年时节名记忆的都不简单呢，嘿，雁南飞，嘿，燕子飞走了。后来是家禽会从这边长，嗯，所谓土长子会从那边长嘛。啊，长的时候，对屏东中山路的住宿业，也不卡有柜台边的业反商业。基本当系土木工程师，专业家乡上爱照顾野外，一方面面向天管理不卡过业。没想到参加越南毕业计划过后，天天健康出合作社创作光景幸福，记住安内做起的有机农业，感受非常大。就是说，因为这是一个顶尖的厂社啊，所以会接触到很许多非常优良的厂商，然后人家在做什么东西哦，我们会把自己的眼界再放宽一点，这样子。用才十张呢，用才十张呢，你讲嘛是，好吧？每种作物一个管理方式冇重要啊，食皮本皮的方式冇冇重要，好啊，栽皮的技术冇冇重要。我所讲啊，啊你要叫学生啊，田的人生起码田的春夏秋冬，唔能有咁的基本的概念。一位经验丰富的先生来带队，要劝上爱耕种的后生们。唔但请看唔是行业帮助，你行家了解，自家我也很马解。我希望能够去经营我的产业，我的土地，因为越南非这个专案里面，几乎是让我缩短了一个十年的摸索期。因为附近的农友啊，全部都用惯性，然后他们又说不能够有任何一根草，然后再有草的话就去喷。可是我在越南非里面，在农场就学习到说，哦，原来还有草生栽培，可以帮助我们的土地呼吸。曾金宝离开家乡23年，去年代家庭二姐不卡的副业同平农业，积极心就为二弟农业做出成绩。今年越南被揭发获得为摩托耕种的方式，木朋友黑三年就为老平农叔做新倒退来各种竞争，而创造自家品牌。你要做品牌，你要做一些推广东西，然后甚至说你要行销你自己。我有跟他们跟这些村民讲啊，说你们应该自己推自己的东西。然后看能不能有一些群聚效应啊，不能够说利用加欢加欢啊，利用加寒靠那里啊，像利润真的是很微薄。我回来就让我拔一根草，或是我淹个水，让我的作物喝到水，然后或是我施个肥，哎，我都很有成就感。那我想说，哎，是不是我们年轻人我自己能够组产销班啊，或是说我自己能够有一些。有些长期 的合作一个对象，或是功能等等的。认真对农业有理想、深度而上网的目标，见到后生人从亚群越南毕业复业，在家乡打造田间梦，在亚追求韩国设计师作为高层动作，长得并没从其他想的很浪漫。开始也是很浪漫啊。但一种下去就开始面临产销问题，你种了你不知道卖给谁，之后你又害怕到底我该不该种，会不会又卖不出去，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在循环嘛。那第二个好了，你找到东西种了，你想要扩大农地面积，这农地你又很难取得，一连串的问题都一直出现，当然就会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。但现在面试是越南币几百的好业，无机会去到其中的企业从事，其工业无难付出，只加一同农村的生产好，就算不卡无天无地，其行业集体而六成去做农业，也基地平东有机转去杜方飘个一公顷的地来做有机农业，其还有一个动态的目标，就会想要改变台湾的农业环境。我想要改变这个环境，农业环境，真的啊。在我现在说大话，可是你只有自己亲身来投入这个产业，你才有办法去说服别人。我必须证明自己在农业里面，我可以照顾好一个家庭，养家活口嘛。那当然自己成功了，然后搞不好别人也会觉得有哎、是有机会的哦。近来见到的后生人，就像家头养的，像去吃，像去证明。实实猜猜能在哪条路公益的得，也把越南币计划结束，留下来有60亿。行下从业的是两百是无付出，一条南币的烟呢，还要留下来做呢，唔好离开梦呢。
Thank you.